你要敢动一下，我就先打死他。他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要杀便杀，但是拿你的命换他的命，你觉得值吗？狗崽子，吓我呀？你把我是吓大的啊？送给你，谢谢。对不起啊，这两天让你受了这么多的惊吓。杜先生，不要这么说。昨天事发突然，也没有征得你的同意，就擅作主张，宣布要娶你过门，是我唐突了。我理解，杜先生也是为了保护我。我知道我一介歌女是配不上杜先生的。哦。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说，如果你在我身边，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危险。我只怕杜先生会落人画柄。阴阳，你好好养伤，等你伤好了，我们一起选个好日子。什么呀？赶快帮忙呀！来，带上脚。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冲我来啊！终于肯说话了。好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这么漂亮的脸，我这一刀要是下去，是不是会更漂亮？你要杀就杀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我说过我是生意人，不喜欢打打杀杀的。等一下，你知道杜景川有一张唱片吗？
接着说。你以为他和你合作什么都没留下了吗？那张唱片就是罪证，我用这张唱片换他的命。杜旭宇，你在说什么？那张唱片我……把它解开。是。我对你的感情不只是朋友之间的喜欢，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但是我就要跟你说，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欢你。隐约有些心酸味就藏在心里面，不让你发现。什么时候了还聊喜欢？先活着出去再说吧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来了有一会儿了，不过你们说的话我完全没听见。早就跟你说了，我们出去再说。你也得提前告诉我一声他在这儿吧。可是刚才梁无尽的人都在，我怎么说？就给我使个眼色都行。我刚才跟你使眼色，哎，但是你也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一下。如果真的再不走的话，马上就要被烧死了，拜托。